对你笑了。走吧，子弹哥哥。大婚之夜，边关告急。你以为是巧合？你真以为是我萧齐一心想要得到你，得到王室之女吗？这场婚事，我又何尝不是身不由己呢？我知你与三皇子殿下的结义，无意棒打鸳鸯，唯一不想卷入这京城纷乱的朝局。可谁知道，皇帝突然遇险，你的父亲和皇后一旨赐下这门婚事，我是无奈才与温世忠冒险设局，于大婚之夜逃出京城。其实我要逃离的是你的父亲，把他心爱的女儿送与他人。直接去哪儿了？你现在扯我衣服！原来在你的心里，这事还没过去。没关系，将来你会明白的。等战争结束了，我就带着你云游四海，去看东海浩瀚，西蜀险峻，滇南隐秘，北国妖娆。天地之大，山河之美，远超你能想象的极致。我们寻一风景如画处，盖一座小木屋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